带兄弟们出警，能平平安安的把他们全带回来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。对你想说的就是，等我不忙了，一定好好陪你。这些年家里面事儿都是你一个人照顾，实在对你亏欠的太多太多。谢谢你等我这么多年，感谢有你的陪伴，老婆我爱你。喜欢你这么久了，一直也没有告诉你。怕每次我出警的时候你担惊受怕，与其这样不如我自己一个人。其实每天想你也挺好的，只要知道你过得很好，我就很开心了。